冻僵了吧？我都不知道现在脚皮在动了，啥感觉？没事。对。自出道以来，佟丽娅就一直以美艳敬业的形象为人所知，而其淳朴善良的品质为她吸引了更多关注。虽然面庞精致秀美，但笑起来总能让人感觉到温暖，可能相由心生正是如此。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丫丫的片场动态，只见周围环境都是大雪，而即使丫丫穿着长款羽绒服也被冻得嘴唇发白。当发现现场有群演身体不适时，丫丫皱着眉头担心询问，知道了对方被冻伤后更是立刻蹲下来，毫无明星架子，捧起群演的脚十分认真，用手帮他搓热，即使双手暴露在外，冻得通红，丫丫也完全没有停下来，让现场人员感动不已。其实真正值得追捧的偶像就应该像丫丫这样，不仅能时刻用自己的影响力弘扬正能量，也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感染他人行善，大家觉得呢？